他们说你经常买这些东西。谁说的？这都是假的。所以我就说你不能不要再给我买。你不信问咱们直播家人们，他们都知道是假的，你不信给他们看。真的是假的，对吧？这个都是那个高仿的。不用买，不用买。对对对，行，多买衣服也可以。但是说实话，咱们直播家人们，买衣服和买首饰，那个不一样。因为有些时候买衣服的话，他得挑身材，我给他买了，他那个穿不了，得退回去啊，懂吗？咱们直播家人们，来欢迎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没点关注点关注好吗？左上角点关注，咱们直接点到90000个粉丝，好不好？现在咱们直播间已经8.7万个粉丝了哈，直接点到90000，买吗？这包很多网红都有，因为我的话，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他喜欢什么样的。我是觉得这些小包包挺可爱的，挺配他的，挺适合他的，所以说我就顺手给他买了。我本来之前去出差嘛，包括他这个手表也是，我之前上海出差的时候，然后也就顺便就逛了逛街，就给他买。没必要，就是说我现在搞得我出门都好危险。危险啥？怕别人把我抢。你出门，你每天你跟我。我以前别人都不会抢我的，万一现在。这种随时都感觉走在哪儿都有压力，都万一被别人抢了。那你这个样子几年？你以后你每天出门你都跟我一块儿，我跟我一块儿你就放心，你就不会被抢，好不好？大的包包买一个。哇，这么多人，快30000人了！我的天，现在咱们直播间2.7万人了，马上30000个人了。点赞今天能破1000万吗？快破1000万！1000万，我的天！这辈子都没看到过这么多点赞，1000万的点赞，那我的天！说实话，咱们直播间们，小站呢，如果能够点到1000万，在整个抖音都是屈指可数的，太少了。能够点到1000万的小站的直播间，如果咱们直播间能够3倍点赞了，天哪，800万了，这么猛，太吓人了，这么牛啊！我的天，800万的点赞了，太猛了吧！对，香奈儿的包是2块钱一个，对，表的话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假的，就是买的高仿的哈，咱们直播间们哈，你们懂的就懂哈。谢谢。860万点赞了，我的天。1000万，那我唱一首歌吧。那这个样子，纪念，如果咱们直播间们点到了，点到了1000万，你唱一首，真的感谢他们的歌曲。好吗？有没有什么歌？就只有感谢有你那首歌。感谢有你嘛，我问一下，你们想听感谢有你吗？感谢有你想不想听？我们一直点，真的，咱们直播间了，我的天，930万了，谢谢，马上1000万的点赞了，我的天！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太牛了，你们太牛了，我觉得真的没有谁的直播间比咱们更牛了。真的大家太热情了，谢谢谢谢，谢谢关注，感谢960万的点赞，点赞，行，来咱们直播间们，大家这个样子，你们慢慢点都可以，或者休息一会儿，我怕你们手待会儿点酸了。这样，我让小姑娘先给大家来一首歌，好不好？唱一首歌曲，大家先听一下，大家先就是欣赏一下，可以吗？好，给吉年指点指点哈，他唱歌，你们听一下好不好听？你唱一首啥歌？加油，吉年，唱一首。我想一下呢，你有没有什么歌曲的话唱得特别好听的？1000万点赞了！天哪！我的天，1000万的点赞了，这么猛啊！我的天呀，真的，我要截个图，我要，太猛了！咱们直播间们点赞点到了1000万，真的也是没谁了。整个抖音上边，看不到，只要用手机啊接屏才看得到。真的呀？你。用另外一个手机，它会显示1000万。行，吉年，这个样子，你有没有会唱的？因为吉年他们一般他接触的歌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吉年，你会不会唱什么经典的老歌？有吗？破千万了，行，那一定，咱们小姑娘给大家唱一下。来，你来。1050多万了，我的天，这么多人。你来接吧。这么多人，这怎么看？我的天，这么多。1050万的点赞了哈，行行行，超过1000万，那咱们一起，你们想听啥？有没有人想听的？唱一首流行的，他们说。流行的嘛，我问一下呢。来这个样子啊。什么流行呢？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这个样子，我们先统计一下，
因为遵求大部分人的意愿，你们想听流行歌曲就打个流行，想听民族歌曲就打个民族，好不好？在咱们这公屏上边，在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你们直接打出来，想听流行打两个字流行，想听民族打两个字民族。今年她是他们少数民族的姑娘，民族歌曲她也很厉害，流行歌曲她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棒棒的啊，因为她始终嗓子在那儿，对吧？流行歌曲吗？行，来榜，我看一下今天你没在榜上，嘿，没在榜上，哇，谢谢谢谢咱们直播间，咱们直播间榜一就是是我们，哇，他的名字好巧呀，跟咱们这个名字都差不多，安星，哎呀，太有缘分了哈。刚刚你看我们刚开播，咱们这个榜一就一直在啊，一直开到咱们到现在啊。你进来了吗？今天榜二，榜二哈，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来，榜二是几年哈？可以给小姑娘点个关注。榜二是几年？榜二是几年哈？可以给小姑娘点个关注。谢谢啊，我只有抖音上你们经常找我，我在这儿哟，榜二。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过两天，到时候和你们平时每天就可以开始，过两天忙完了，我就每天跟你们聊天。对，我们的这个榜一和榜三都是我随时在咱们直播间看到的，真的今天。真的呀。我随时看到，真的真的，大家太热情了。流行歌曲行吗？流行歌曲，那咱们就来一首流行歌曲，想听啥？后来。至少还有你吗？至少还有你还是后来？问一下呢。我们是唱那个后来是那英的，是好像是张诺英的，好像是啊，张诺英的。后来还是至少还有你？你们选择，你们说，你们说后来就打个后来，至少还有你就打个至少还有你，好不好？我看一下呢，打什么的人多？今天来，那就我帮你统计一下。哇，三万人了，太吓人了。2.9万人了，点赞1000万，然后平台就推了好多人。太萌了，太萌了，已经马上三万个人了。谢 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然后谢谢我和，谢谢我和叶安安，谢谢你们的喜欢，然后我们会不忘初心，感谢大家的喜欢哟。谢谢大家的喜欢哈，后来吗？还是我不知道唱什么呀。我帮你找伴奏。他们想听《知心爱人》。知心爱人，你会吗？嗯。你有，你还没学会吧？只要有你，好像那首歌叫做。至少还有你吗？啊。至少还有你。我再看一下呢，怎么怎么着呢？至少还有你，还是后来？因为，这两首歌都是老歌，都特别的经典，无论是哪一首歌。咱们都今年我都让他很认真的送给大家，遇上你是我的缘，后来行吧，今年那这样，咱们先来一首后来。好，如果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咱们先来一首后来，如果唱完后来过后，咱们这个人数达到了3万个人，我们就再来一首至少还有你，行吧？大家就别走，不要点出去哈，咱们如果到达了3万个人，咱们就再来一首至少还有你，咱们先来一首后来，好不好？好吗？今年只要你们开心，我能够唱的我都唱，然后谢谢你们的点赞，天哪，我真的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点赞的，1000多万了，太吓人了，1000多万的点赞。然后我可能唱的也不是那么的好，就是说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的喜欢，然后这首后来送给你们，他们好多人都说至少还有你，要不先唱至少还有你吧。好，都可以，都可以吗？那就至少还有你吗？行行行，那这样啊，咱们直播间们，咱们先唱至少还有你，再唱后来。如果唱完至少还有你过后，咱们直播间已经突破了3万个人，咱们就马上再来一首后来，因为现在咱们直播间已经2.9万个人了。因为这么多人，我们这儿没有声卡，可能就清唱，没有那么好听。对，只能清唱了哈。对。所以希望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理解一下。只有清唱了这首至少还有你送给直播间的，对，觉得好听就千万谢谢千万别划走啊，千万别点出去，咱们到了3万个人就再来一首小赞赞就可以了，对，觉得好听点个小赞赞啊，来咯。哇，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你气，为了你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不能够离开，也爱着你，那么多人爱着你，
真的太好听了，谢谢，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天啊，三万人了，真的果然不出所料，三万个人呢，咱们直播间他们这个样子哈，咱们答应了你们的，说了到了三万个人，咱们一定给大家属实再来一首，刚刚咱们答应了他们今天，好好好，所以说我们行不行，想不想听，我先问一下咱们直播间们，你们还想不想听，听一首大家就是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哥哥姐姐一直叫我唱的，后来我好像没唱过，必须得再来一首呀，对吧，答应了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到了三万个人，现在已经三万三千个人了，我的天，马上到四万个人了，我感觉都要，那就我的天，今天那这样哈，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答应了你们的哈，咱们就来，没点关注点关注，已经八万九千个粉丝了，咱们现在已经，咱们这是第三场直播，没点关注点关注，点了关注过后，以后你们都可以看到咱们的直播和视频，好不好，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认准这个号就可以了，可以可以，认准这一个账号，其他都是假的，这一个账号就够了，点关注不迷路，关注几年上高速可以吧，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行，那咱们来一首后来哈，我给你们马上找一下，好，后来送给你们，然后我在榜二哟，你们找我的，我在榜二。吉年在榜二，也可以给吉年点个关注哈，咱们直播间们想听呀。然后我过两天和你们聊天。果然这么多人想听，过几天小姑娘她就开直播了哈。后来，她唱《后来》这首歌，没有唱。真的，她虽然没唱过，但是我觉得吧，真的一定是天花板级别的。没有。我们都是清唱哈，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音和话筒，所以咱们直播间们，我们和其他别人直播间不一样，别人唱的是技巧是专业，但咱们不一样，咱们唱的就是一个情感，就是快乐就完了哈，咱们唱歌就图一个乐趣，对吧，吉年上火了，是的，你上火了吗，这儿长了一个很大一个包，上火了怎么能行，那你要下下火起来，来叔叔上来给你买一点，把我吓唬了，行，来咱们一首后来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希望大家后来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你们都不好分享，来喽来喽来喽，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些，总是消失在人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真的是太好听，太好听了！谢谢。哇，今天我有个想法，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想法？是这样的，咱们直播间们，我前段时间呢，我都在给咱们直播间们唠嗑哈。我说有一天，我说有没有必要呢？我说有没有必要给今年咱们多久给他出部电影，让他去演？万一咱就火了呢？我不是专业，对吗？咱们直播间们，你们说呢？我又没学过表演。万一咱们这小姑娘就火了呢？我在想，咱们多久给她投资一部电影，对吧？我说可能等咱们到达了，我演的话就算了。因为是这样哈，咱们现在是一个开始，现在咱们已经9.1万粉丝了哈，这咱们第三次开播，没点关注点个关注，这是一个开始。等小姑娘可能有几百万粉丝，或者500万粉丝，或者1000万粉丝，太遥远。我就想的是啥，叔叔我投资，给她投个1000个 W 2000个 W， 给她拍个电影。你们觉得好吗？你们觉得可以就打个可以，好吧？咱们直播家人们，我其实我想的电影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咱们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啊，对不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电影是一个方面。咱们再，我还想到啥、啊？有机会，我让这小姑娘，我看我请他们专业的编剧帮你写一点歌曲，真的呀？然后让你去唱。或者叔叔再让你去参加一点什么好声音呀这些节目，万一你就火了呢，对吧？咱们直播间们，再怎么咱们也是有现在直播间3万多个人，大家一起去支持，去给小姑娘投票，让她去参加比赛，对吧？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话在小的时候，就我们那边条件有限嘛，就是说不像那些大城市的从小就培养，所以我们的话就比那些去在比赛的地方条件肯定不如那些今年从小培养的。那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就是音色是天生的音色，这个音色对就没有技巧那些。那这个样子今年来咱们直播间说一下嘛哈，现在咱们直播间马上3万个人了哈，这个样子现在已经1200万点赞了，对不对？今天这样，叔叔，这个样子，咱们直播间们，虽然说电影有点遥远哈，可能电影的话，可能因为投资比较大，咱们要长期规划。但是，如果我现在能做的哈，可以给今天出一首歌，你们想不想听？真的，今天他们说。吉年火了就不要叶总了，吉年火了到时候嫁给别人怎么办？
不可能，怎么可能，小姑娘，除了我火了就跑了，怎么都在这样评论呀？我看人的话很准的，啊，那你会这样做吗？不会的，人呢，一定要不忘初心。那你火了过后，你会干嘛呢？火了之后，我会更加倍努力啊，不忘初心啊，就是说。那如果以后等我老了呢？我是不是老了呢？你老了的话，你最火的时候，我老了呢，我年纪大了，我就扶持你呀、啊。你扶持我，你会照顾我吗？可以的。可以，来，咱们直播间们哈，这个样子哈。既然说到这个话上了，你们想不想？就是说，因为吉年嘛，他现在唱歌也挺好听的，我也想过，咱们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想着最近，我看一下能不能够我联系上那种有编剧。